你失恋的时候加少一点，开心的时候加多一点。很吵，我在啊，你怎么对哦？是等等等，干嘛？这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他吹的我快。欢迎收看厨房。好，我是 Cherry， 我是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煮一道菲律宾的很赞的料理。为什么是菲律宾？因为我是台菲混血，你这个词用的腻哦。好了，反正今天这道菜呢，你的意思，这道菜呢是你可以看到很难得，他们用蔬菜做的一个汤，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好喝。对，那我就直接进入简介。我又没有吃素，哎，它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其实我没有吃素。不吃素，好 ，OK OK， 对。好，基本上这个呢叫做乌丹比萨亚，就是素物的菜的意思。怎么这样乱讲？不是乌丹比萨亚，不是比萨亚，因为比萨亚就是菲律宾人，乌丹就是蔬菜，他们并在一起就变成一道料理。很像，还好，这个介绍不起。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有问题，就是其实，在台湾比较买不到像菲律宾那样的食材，所以呢，我们基本上就是全联有什么，哎，不能讲，就是差联有什么，超市有什么，我们就用了什么。但其实煮出来的味道是差不多的。不是你要煮，我怎么说我在切？你切我煮，你小帮手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就切到这样。好，现在呢，切番茄。啊，不不， okay. 我们要先切那个要先下的，所以你先放下它，先切姜。等一下，有洗吗？有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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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洗。姜的话切片，切片。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刚刚有先那个烤那个鲑鱼。那其实，在菲律宾，你知道它其实是要用煎的吗？而且我好像不是鲑鱼。对啊，不是鲑鱼，它是用那种白鱼，白色肉的鱼，不是用红肉的。等一下是要怎样啊？是不是剪一半？它要圆圆的还是长长的？不让我拍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觉得你也要做事哎。对，我现在开始做事，我现在开始做事，我现在把鲑鱼稍微那个处理。怎么处理呢？就是把鱼刺拿掉。我们刚刚量过它，你知道几公分吗？33，哎，太深了吧？36，没关系，这不重要。你要弯翘的还是直的？两个都要煮。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这样子皮这样打开的话，它的那个汁就会流进去。好吃，你懂吗？还好，就是你如果平常也会这样弄，我切小黄瓜的时候也会这样。好，加油。你要讲步骤一、步骤二呢？我跟你说不用。反正就这个东西全部把它变成碎屑之后，全部丢进去。那个不叫碎屑，小朋友。哦，不是碎屑吗？就是块状。对，就是把它变成不是它原本形状，全部丢进去就好了。对，然后调味呢？这样要怎么变得很菲律宾？因为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很台式。我跟你说，菲律宾人最爱用的东西就是 MSG。台湾人也爱 MSG 吧？我觉得还是比较少。会，还是你们的肾很厉害。我觉得菲律宾人的肾很厉害，因为你们的东西很咸，而且我超爱。对，掉了。这里有一个水，可以喝啤酒了吗？现在？对啊，老板。我现在要把姜下进去，这个滚来滚去的水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有酒吗？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一个练酒比赛。没错，我们最近要去比赛了。我们现在是选手。你现在可以切那个番茄的朋友。我很讨厌切番茄。你会切番茄吗？因为它会很湿。我问你哦，台湾有什么料理？你要怎样？很多蔬菜的汤。没有，没有。A B C 汤啊。A B C 汤是什么？A B C 汤就是很多蔬菜的汤。为什么是 ABC？ 是 ABC 是发明的哦。那你要怎样？切块，就是，对，切成像这样块状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所有食材都在桌子上，对吗？我们桌子有刚刚有消毒，对，我们刚消毒很多次，因为毕竟我和菲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看重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对，那如果台湾的菜跟菲律宾菜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台湾呢？当然。那我们不要煮啦，走了。然后我们还决定出一系列菲律宾料理。而且我们明明现在就可以叫 Food Panda， 为什么要在这边切这个菜？啊，我们就是而且你们前面看的人，等一下要洗碗。重点是洗碗，不然我才我们辛苦我刚中现在都湿的观众要洗碗，因为今天29度，有人硬要穿厚 T。也不是，我这是薄的，我其实是薄的，你们没有加热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薄的你要不要量厚度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每次都这样。我跟你讲，菲律宾有一个南瓜切法就是这样，真的，万圣节过了，然后直接这样丢进去哦，不是啊，靠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？因为菲律宾人觉得皮是很有很营养的，但是又不想要吃太多。
哎、欸，这个就是那个火锅店，每次都会有一小角，它只是真的、啊、真的有称用。我会骗人吗？是我妈教的、欸，还是我妈乱讲？妈，给他脑干。好了，那滚喽。那我们现在要加入第一个材料。这么快，你有买到吗？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，那是我妹妹这样子，就在那边利用，然后把妹妹放大。对。嗯，大了。MSG 跟鸡汤块，现在加一点胡椒。我现在有点长。加多少？不要问我，我不会讲。所以呢，加是他讲的，是他讲的哦，不关我事哦，怪事哦。哎，我没有买到黑皮啊，白痴哦。啊，那个 wheat beer 不就是黑皮吗？是小麦皮，这个真的假？算了啦，没关系啦。黑皮我平常你自己去点，你们没有我就不管你。你是不是没有？哦，刚刚加鲑鱼进去喽。那我们加入黄公菜就可以盖锅喽。哦耶！好，你确定你有在加入我？等一下，来，我都不知道你要怎么剪这支影片，你突然有看到吗？你说我等一下就是这样，你。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按你看是不是？我们煮好啦！哎，哎，那试吃耶是什么？试吃时间来。等一下我们有很多人试吃啊，我对，很烫，认真。嗯，好吃，我觉得因为有那个鲑鱼，因为有鲑鱼，一定好吃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来宾们吃起来。啊，真的，哎，有点迷糊。好，很多很多，好多人要吃，好吃吗？你在等一下，还没吃，好吃吗？超好吃，你要开始吃，非常好吃，来，好不好吃？超好吃，真的吗？不是因为很饿吗？因为我家很饿，所以哇，看起来不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而且还有人听到，对不起哦。好了，我们煮好了，然后大家也现在也要准备吃了，所以我们就好了，不是好了，而且很歪，拜拜，而且很歪，拜拜，没有装。